再见。哀，兹哀哉，哉哉哉，在焉，焉，兮焉兼俭俭，见，再见。在 means again。见，它的繁体字啊，上面是一个木，那下面是鹅啊，就是人啊。它古时候的汉字呢是这样的啊，一个人呢用眼睛看啊，再见的话就 see you again，see。这个是简体字啊，繁体字啊，简体字，这是古时候的字。汉字的话，它有变化。